恭喜来自冠奇会的消息，这是嘉义县长张华官在今年十一月二号下令，针对今年四月份官府连换三名的秘书长，包括地政处长林聪立、行政处长邱美切，最后由环保局长严旭明来升任。其中林聪立和邱美切由十一职等的处长调升十二职等，阁降调官职，被挂个职级是过水升官。对此，机关林湘婷质疑，管理中央关系玩弄文官体制。针对今年四月份，官府连线由地政处长林聪立、行政处长邱美切、环保局长严旭明出任秘书长，一个未来换三个人担任。管理员林湘婷质疑，管理中央官的人事权，这个让大家去做不同的历练啊，这是我用不同的历练，却在短短的一个月换了三个人，你也太不给他们机会了吧？怎么会做机关呢？而且这些我们的一级主管都跟着我们县长跟这么久了，他的一些经历啊，然后他办事的能力，我想你都清清楚楚。一个月内底换三届，嘛无迄个异动的频率遐尼悬的啊。那大家干嘛做机关啊？整个嘉义县政府里面的文官体制也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打击到他们的士气，他们觉得很奇怪。因为幕僚长像这样子的一个秘书长，他是十二职等哎。啊、你做做诶，一个是做一礼拜，一个做两礼拜，然后整个降调回来当他原本的那个处长。但是他到最后咧，结果就是他是领十二职等的退休金啊。管理长官表示，原本的秘书长张志明离职，换人受其他的主管实施机会，强调邱美切是同族亲的主管。林聪立曾经担任管理单民文的机要秘书，严旭明曾经在环保署工作，有跨局处协调的能力。伊担任嘉义县长，有各地的管理办法，希望议员对伊来尊重。这干嘛来做？给观感很差。我只要跟你讲说，我知道这个一切都是合法，可是我们要试用一个人的话，应该是要给他机会，给他机会，怎么可能说那聘用那些员工的时阵，想无拢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嘛，对不？啊，结果你一个月换三遍，你袂感觉家己拢袂感觉做机关吗？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者，我有我自己的管理办法，你有你的人事权，我知道，不是人事权，是想法啊。李林署主任刘灿庆表示，县长任用秘书长符合人事法令，中央过去有同款人事任用的案例。细心考察，从嘉义县采访报道。